我们的弹簧钢就是这样的，这种就是6mm 弹簧钢，是一种锰钢板，材料是非常硬，很重，硬度相当好，韧性也是相当高，韧性相当高，表面上涂了一层油的啊，是不会生锈的，是经过淬火处理，规格非常的多，0.1毫米到3毫米，宽度也是100、150、200，全部都有，需要什么都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进行任意的切割，还可以来图加工。好，谢谢。